顺着你来。对，我得顺着你来。说不能跟你硬干，得顺着有些人来，顺一顺就好了。顺着你，对，顺着你。你什么开？你蓝开呀？哦，不是蓝开，说错了，蓝开。不开语音了，这把把这武器大师给他打爆了。脸黑呀？那确实，那没有灯啊。你有插座吗？插座搁底下呢。我觉得你今天运气不好，就是没有灯照着你，让你比较黑。嗯，脸黑了。黑了上把女警027。哎呀，打的给我打乐了都。哎呀，太亮了！你等一下，我弄一下。怎么样吗？你眼睛不舒服吗？嗯。我这个样子呢，会好一点吗？冲那边吧，冲那边，就冲里边。这样会好一点吗？行。哎呀，这给我晃的。啊，行。哎呀，这给我整的节奏贼乱呢！我这武器大师，我得锤他呀！我都没锤他这把。修刚啊，他敢开一直接上来干我，允许你修刚一会儿回家了。来个水晶瓶，我前期我都没干他这把，正常来讲应该前期干他的，你知道吧。出药水好点，因为我这把没带鞋，不是没带饼干，所以你看着会有点费蓝，其实蓝不是那么特别费，并且前期我没干他。哎呀，这灯还是闭了吧，整的我不得劲儿，这看不清啊，这给我眼睛晃完了晃的。真凶啊！找机会吧。现在机会其实有点渺茫，说句实话，耗血没怎么耗过他。
这要带个点盐，还打不过个带传送的吧？这就不行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波说句实话，有点难受了。哎呀，不过他运气也挺好，说句实话，正好杀完包女升六了。这就是前期打武器，你知道吧？没压住他，前期没干他，也导致往后打有点难打了。没事，慢慢来吧。呀，这为什么这兵会？不就是两个人头吗？问题不大。来的有点慢呢，这不能再跟他打了啊！这波兵推完以后呢，我们就撤。他装备有点好了，再跟他打下去已经不是这个事儿了。他只要死一波，我跟你们说，他就是很亏，知道吧？虽然他前期拿了双杀，但是他有赏金。这波给瞎子吃了，哎呦！慢慢来，不要着急。这把出黑切，这个艾克要是能跑了，今天我吃一坨大便。你们要能让他跑了，你们就对不起我。怎么不出鞋？因为鞋子有神奇之靴呀。这个眼儿不排了，给他一种假象。
厉害了啊！打了一个峡谷先锋，这武器攻速好快啊！挺欺负人呢，有意感觉自己有点无敌，好像是不是有点无敌，老弟？啊，交闪烦得很，交闪现浪费了我一个闪现，这个艾克很讨厌，真的是很讨厌的。他太嚣张了，这导致嚣张的有点让人过分，这个太嚣张了。哎，换了飞机来。可以接受，塔没掉，还行。哟，出了两个小冰石，这不行啊！还行，瞎子不也交闪了吗？这波不亏，俺们黑切了。这五级大师要把我塔拆了怎么办？我好像没什么办法，拉倒吧。确实是没什么办法啊。大爷的，你大爷的，可真是恶心呐！怎么我的移动速度会没有他快呢？我打不溜走了。我感觉你打不过他。可以，可以。大招打断 Q 可以走，哎呀，其实这把前期没咋玩好，我跟你们前期要玩好了，不至于这武器大师现在能这个样，前面的眼睛给我晃的，哎，没玩好。打这个玩呢，一二级特别重要，前期如果我们在塔下被他压啊，那就不是那么很好打了。
포탑을 파괴했습니다. 300块。 好像不能收了。哎，为什么刚才我的技能，我刚才没有 R 吗？我按了好半天 R 没出来。 装备不错，啊，飞机装备也不错。你干啥呢？这没有刷的，好像。nice 啊，可送啊，好送，送的可以啊。这瞎子艾克加上这五级大师三连送。 好送，艾克12级送了一波，一波9级3连送。 OK， 回家，马上死亡之舞出来要无敌了啊，兄弟们！ 可以打团了，这把的装备20分钟死亡之舞应该有了。大招吸地有点长啊。 武器，武器又给，可以要峡谷，小龙也可以要。哎呀，这露露来的太不是时候了，哎，地基没死，又送。 你们家就轮着送啊！哎，对，你们家就挨个送，一个接着一个送，回上路走了啊！ 飞机什么时候魔中啊？魔七，飞机差一点。
杀 ADC， 可以。哦 ，nice 啊！哇，这 ADC 可以，艾克，再见，拿大龙，拿下，拿下，挨个送啊，挨个送，一个一个送。C B OK， 行，咱也不狼，回家了。死亡之舞，我想知道一件事，为什么我都这种装备，不是这种装备，为什么我都这么的顺，我的人头也很多，但是我的装备感觉没有武器大师好，是为啥呢？我也有他好啊，但是俺们俩不应该是五五开的局面呢。他补了180刀，我补了120刀，但我人头拿的多呢。上路推，你以为你能打得过我？其实不然。来，拆个二塔，下个高地，这波不亏。这不就不要被留了呀？这都。小龙。武器我感觉现在都打不过我，有点意思啊。可干，对，武器就送了。然后轮到你跑了，一波拿下，拿下，拿下，拿下了，拿下了。这什么？这飞行员要坠机了？溜了，那溜了也行吧。你干哈呢你？啊，你这啥意思？兄弟，给我拆塔，拿下！终于。
终于拿下一把，终于拿下了。